放慢，然后左手呢跟得到英文，右手呢照着上面的数字，这首歌就是把 A 段练起来，就全部的和弦都在里面哦。好，首先 G， 先把左手看能不能对大，第一拍、第二拍、第三拍，右手再进来 ，D 拍，降一、降 B， 然后反复，然后这一段是比较。只有这一段是这样的进行式，好，这边要做一个过门，可以转位，好，这样就全部和弦都在里面喽。好，同学，如果你有需要上面的双手简谱，欢迎到影片下方的连结，在老师 FB 的网站相簿里面就可以找得到喽。